Blackpink 世界巡回演唱会持续进行中，在伦敦第一天，屋里彩印就发生了件小趣事。是的，原本想浪漫一把的彩英就这样把麦克风顺手甩出去了，还知道捂耳朵呢。不过捡回来竟然没声音，但怕快到了怎么办？更有趣的是，麦克风似乎还是有问题，才应只好上演借麦小剧场。